链的，然后它后面是松紧带，对，它后面做松紧是宽版的，然后它的前面这边就是有做这种裙头，所以露出来很好看，它可以穿到就是人就是胃的部分，然后让你看起来腰超细，你看我这样腰是不是爆细？对啊，就是它这样子的修饰身材，你就刚好这样卡在胸下。然后这样看起来就是有 nipple 有手这样，对，它就是有一点长 A 字的那种感觉，长 A 字，非常的好看，很美。然后这个也是只有一个颜色，它只有一个颜色，然后这个颜色也不会，然后咖啡色的那个泼墨，对，咖啡色的泼墨，然后也不会透，对，不会透，它完全没有内里，它的哎，它是内里到中间，就是到膝盖，中间这边，对，在中间那边。然后它本身就蛮厚实，对，它本身是厚实，所以就不太会对，而且它是有点光泽的布料，对，有光泽，很美。我觉得这种配任何 T 恤都可以，就很好搭配。然后如果你要正式一点，可以搭白色衬衫，或者是那种雪纺的衬衫，比较飘逸的也 OK。没错。